大家好，我是小徐。我们新接的区域今天狗狗入住了，看看挺乖的。后面狗狗们全部都在趴在那睡觉，因为今天下雨，一场秋雨一场寒，就是没有屋子在外面，狗狗容易冻得感冒。所以今天全部让它们住到了屋子里面，关上门，因为外面雨棚还没做好，感觉还挺舒服的。这边住着人，这边住着狗。狗狗们看到有人在那，它们也安稳，也不打架。你看都睡在那乖乖的，不打架。因为它看到有人在，它心里面有了安全感。狗狗打架基本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才会打。看到有人在那，它们感觉自己心里面有了安全感，所以打架打的也少了。你看它就在拉屎。这个区域里面住的是拜纳的孩子、丁丁的孩子、大双的孩子。还有背影，大王也住进来，大王我就想看到我，就让他在里面看着我，在那睡觉呢。还有小凤，就是这个区域的狗狗。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给让狗狗们住新区域的一个过程，以及今天都干了些什么。谢谢大家。今天给狗狗换区域，咱们这边盖好的房子，就是狗狗们可以入住了。把贝纳的孩子他们全部都领过来，因为他们现在长大了，然后那个区域有点小了，给他们换到新盖的这个大区域里面，场地大大的，雨棚吧我们也盖好了，到时候把这个雨棚往过一关就行，这样他们在这边空间就大了，不然在那边空间小。然后咱们门口没屋子的狗狗也全部来这边来了，一批一批的用零食往进领，全部给他们领进了。咱们门口区域就没狗了，他们都有房子住了。一会儿小白我来把他抱过去，小白咬人咬的不让抱，一会儿我来抱他。你们就在这边。这边的话先不动，好不容易融合了啊，现在不打架了，所以这边这个区域先不动它。咋啦？Thank you.
今天下雨，然后在这边给这些狗狗搭建雨棚，把雨棚搭建起来，狗狗们身上就不脏了。这个区域里面关的贝纳的孩子、丁丁的孩子、大顺的孩子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现在咱们这边屋子是住了40多只狗，今天下雨，地比较脏，因为下完雨外面比较冷，所以今天让他们住进来了。明天这个屋子里面还有许多细节要就是搞一下，今天下着雨忙了一天，明天把雨棚搞一下，一会儿把床给他们放上，他们就可以在床上睡觉了，不在地板上睡，放心吧，这只是暂时的，都是一会儿咱们就把床放上，连夜也要把床给他们放上。现在是住了43只狗，这个屋子里面现在在给狗狗们加床，咱们把两边还有对面全部放上床，这样狗狗们睡觉的时候就可以睡在床上，不用在地板上睡了。好看吗？壮观吗？大家喜欢它们吗？